水果啦。老婆，我要吃饱。我，哎呀哎呀，你神经病啊，哪来的傻子呀？什么老婆，赶紧给我滚。我要吃。吃什么吃？你有钱呀？我有钱，我钱，等等我钱。有钱呀？哎，等会儿我给你称啊。你要吃水果是吧？哎呀，有钱你早说呀。会看秤吗？不会。不会呀、哎呀，那我跟你说了啊，这里十斤10块钱一斤，100块钱来，拿走，拿回家吃吧啊！哎，100块钱，下次再来哦。哎呀，这个傻子，哎呀，这钱真好赚，哎，这傻子真的是卖水果了。哥哥，我给你买了最喜欢吃的水果，水果啊，怎么才3个啊？我给你那100块钱呢、给他，没找你啊？没有。哎呀，这是哪个水果啊？水果佬啊？春口那个。春口就一个水果卖？哎，是。哎呀，看他一个小姑娘还敢坑你啊？人傻还坑，真的是太不道德了。你拿着，我找他算账去、真的是，回去。哎，帅哥，要不要买水果呀？怎么卖呀？10块钱一斤，自家种的。自家种的。对呀、有机肥，没有打农药，特别甜。我这个水果。多少钱一斤啊？10块，很便宜了，超市卖12块呢。你称准不准？够不够称？肯定准呀，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这杆秤。哎，这样啊？对呀、称一点吧。称一点呀。哎，要多少？来，我来装。你来装呀。装吧装吧。哎呀，确定没喷过农药？没喷过农药。来，够了。就这么一点呀？不呀，我一个人吃，吃这几个够了。这几个，哎呀，1两都不到。你就称这几个子怎么称嘛？你看多要一点，要够1斤去。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。一个人呀？对呀。帅哥，那你女朋友不吃吗？你家里人都不吃吗？哎，我家人都没在家，我哪里有女朋友啊？现在中国光棍1000000万。没有女朋友呀？对呀，你就称了。哎，我看你一表人才，怎么会没有女朋友呢？是不是骗我？哎，我骗你干嘛？现在光棍太多了，竞争力太强了。这样呀？对呀。哎呀，看你长得还挺帅的。哎呀，交个朋友，来，给你吃了，不用你的钱。不用钱啊？对呀，但是我们加个微信好不好？那也行。行，那来，加个微信。你都免费送了，肯定得加个微信嘛。对呀，来，我扫你。小智啊，你这个头像真帅气，比你本人还帅气。这个头像也特别漂亮啊，还穿比基尼。真的没有女朋友哦？没有的。那你看我长得怎么样呀？你呀？对呀、我也没有男朋友，家里老催我呢。长得这么漂亮，还当个老板，还没男朋友？哎呀，一言难尽呀，那些男的都是花花肠子，我不喜欢。我就喜欢你这种看起来老实的。老，虽然说老实，但是我家比较穷，我怕我配不上你。穷呀，没关系，我跟你说，我卖水果呀，一天能赚2000块钱呢。这么多？对呀，到时候你要是跟我在一起了，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了？怕什么？这样不太好吧？我这不是吃软饭了？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是我心甘情愿给你的，怎么能说是吃软饭呢？是吧？你要是跟我好，那我们不是一起赚钱吗？我赚的多，你赚的少，没关系的。我懂。哎呀，先给你转个520。哎，来，哎，看到了没有？表示一下心意。到了。哎，那你有没有看上我呀？看上了。看上了，那我们就是男女朋友了。对，找到个男朋友。哎，这个水果拿回家吃。来，全都拿走。哎呀，反正我今天赚了挺多钱的。那行，拜拜了。怎么拜拜了呀？我们今天晚上去看电影。约会啊。
那男女朋友不是要约会吗？看我这样土不拉几的跟你去约会，丢人呐、啊！那这样吧，我有钱，我给钱你去买一身漂亮的衣服。哎，买牌子的？对呀，肯定要买名牌的呀，怎么能委屈了你跟我约会是吧？名牌的一件衣服都要1000了我。千呀，没关系。大把钱，来拿走，你就打扮得漂漂亮亮帅气一点跟我去看电影。那衣服有了总得有裤子吧。裤子，对对对，没错，来再给你1000够了吧。鞋子。鞋子呀，也是。黄不拉几的这鞋都破了。哎呀也是，男人嘛都要面子，再拿1000买鞋。哎呀。你搞不发型啊。你都染颜色了，我都没染呢、啊。对对对，我们染个情侣同款，染个颜色，剪个头发，洗个头，收拾一下，再给你1000。哎，够了吧？哎，够了。那今天晚上我们去看电影，带上身份证。知道知道。你懂的啊。那不懂，我买单了，不然我都丢脸了。是哦，男人在外面子最重要。哎，钱都给你，我这几天赚的钱都在这里了，都给你，以后我赚的都给你保管。那晚上见啊，我先回去了。你在哪里见呀？就在我们村口那个榕树那里吧。那行，那亲爱的，不见不散。不见不散。哎呀，拜拜。哎呀。找了个男朋友还挺帅气的，哎，很满意。今天晚上，回家先收拾一下。哎呀，臭三八啊，长那么肥，还想让我做他男朋友，想多了吧？把他拉黑。哎呀，这么多钱，我用也不合适啊。给我们村那些五保户吧。哎呀，说好的在这里见小智怎么那么久呀？都等了2小时，天都要黑了。打个电话问一下去，真的是。哎，怎么红色感叹号呀？是不是信号不好？哎呦，把我拉黑了！哎呀，这个男的啊！我那么多钱拿走了我的，居然把我拉黑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呀？我都找不到他，也不知道他在住哪里。哎呀，那么大这个村我怎么找嘛？哎呀，真是倒霉了，男人果然不能相信。哎。